然后这首歌啊，最后一首歌叫做《南方之恋》。对，这首歌是我写给全部三年级们的。对，就是叫《南方之恋》。对。然后我想跟你们讲的是呢，就在最后一句，就是一年的时间也是不长不短，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遇见了你们，对，最重要的是遇见了你们，然后我们有相遇，这才是这一切最重要的事情，对，然后这团的配置啊，我讲一下，然后就是有科科跟曼妮，然后这两个人代表了干部群。然后还有一个洪伟明，代表了器材组。我们这一届比较特别，多了一个器材组。然后最后还有我跟郑杰仁，我跟他是没有干部的人。对，然后在现在的三年级们，大有这样子的这些人组合起来。对，这是我选这样子配置的原因。然后这首歌叫《南方之恋》，谢谢。嘿嘿嘿，然后那我继续讲好了。然后我就当初我跟黄曼妮在想，我们两个都有各写一首歌送给明基社，然后他写的是写给学弟妹，然后我写的是写给大三们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想写给大三们，是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玩社团。我就很开心，我觉得我是个很幸运的人，就是不管从我开始弹吉他到现在，我都不是一个人，就是我身旁永远会有伙伴，然后一起陪着我，不管是表演还是比赛，都有他们陪着我。对，然后我想私心的感谢柯俊跟洪曼妮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我在我大一的时候，刚进来明基社的时候，我有一阵子觉得很孤单。然后我那个时候，柯俊宇对跟黄曼妮这两个人，对我来讲，就很像是我在茫茫大海中抓住的浮木，就是我在漂流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往哪里靠，然后我抓住了他们两个，然后所以最后我待下来。对，然后不管是他们还是大三的你们，还是学弟妹学长姐，都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，谢谢。
千。